吴康仁演的，他也是外地人来到小琉球投资。现在小琉球很多，为什么他拍摄一支电影？真的，小琉球现在很多外地人来小琉球投资，因为低门槛，可是现在也不低了，因为土地的增值。那所以他造成了，他来这边他觉得说，哦，我花钱来买你这个地方，这个土地就我的啦，你管我怎么搞？可是地方还有地方的文化，所以在我们台湾俗称这种文化叫什么？割头、脚头。所以有一些人，他为了金钱的利益，他就忘了怎样，人家有地方的文化，所以他就会去冲突，有冲突，那去触碰，去踩你的最低的底线，或是最高的底线是怎样，那往往就会造成了很多什么冲突出来。所以小琉球，你说观光好吗？当然赚钱好啊，我们离乡背景的人都可以回去了，像我这种逃亡旅外生涯的人都可以回去了，对不对？那环境当然是10年前跟10年后的小琉球当然是不一样，有好的那一面，就好像我们的海底变好了，很多志工他要怎样？大家自发性的背着氧气瓶下去，把海里面的什么网子啊、鱼捞的东西捡上来。那环境真的有变好啊？有。可是海洋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它真面临了被破坏，什么水质变质啊，还有小琉球什么海龟太真的很多。那单一产物太多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玉如他们，玉如博士他们，他们每次回去小琉球会去做研究探讨啊，很多的东西。对，谢谢。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因为刚刚志明哥说的海洋是生态，到底我们目前为止在整个国人上的一些概念上，到底它是保护的概念是好还是坏啊？因为琉球的当地人他觉得他很讨厌谁？他们很讨厌绿蜥龟，为什么？他觉得绿蜥龟把他们鱼类全部吃完了，那其实不是这个道理哈。所以，其实，在整个海洋保护上呢，其实整个概念呢，能不能在我们在游客跟我们当地人的一个平衡之下，去把它好好的把它做好？好，那主任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琉球最漂亮的海龟景点，就是能看到最多的海龟，就是龙虾洞。好，龙虾洞是一个非常多海龟在那边生活的哈，所以其实目前在小琉球的海龟，其实他们是比我们在当地人居住的时间还更久哈，所以其实我们人类不能去讨厌它啦，其实它是一个住在琉球应该原始的生物上，因为海龟的年龄它已经是比人活得久，对不对？是吧？你们知道吗？海龟可以活多少年？知道吗？比我们人还久哈。那海龟要不要上来呼吸？海龟要呼吸吗？川本系的同学，要。你知道它海龟的憋气可以憋多久？正常是30分钟。那如果没有游泳的话，可以憋10小时。好，但是它一定要上来呼吸哈，所以跟人一样哈。所以在整个海洋生态上呢，其实琉球的海洋生态是好的，水质是好的，但是为什么没有鱼？这件事情，可能志明可能会比我们更了解，说当地的生态跟它的文化上，譬如说，你们下午或早上，你们到整个琉球乡里面，我们要最清楚了解他们的文化就是菜市场，对不对？那琉球的菜市场，他们都是在地上摆着就开始卖了哈，所以这些鱼类呢，其实在早期呢，他们的可能他们小朋友、他们老公，早期就会去抓鱼，把我们的珊瑚礁鱼类把它抓上来哈。那早期在珊瑚礁鱼类是在生态上是一个非常，在食物网上是一个非常低阶的，就是一个最基础的生产力啦哈。所以如果全部的珊瑚礁鱼类被全部的渔民抓起来，那么食物链就这样瓦解了，那食物链瓦解，我们整个食物网呢就会没有生物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等下有请我们志明来跟我们讨论一下，现在在他们当地的生态保护上的一些概念跟他们现在的做法了哈，来。小琉球，我这样讲好了，大家去这个岛，现在小琉球已经不叫小琉球，叫海龟岛。
很多人去到这个岛就是想看海龟。那说实在，海龟我们没有下去水下，就是没有去浮潜深潜的话，没有去从事水上活动，要怎么看到它？其实很容易啦，怎么很容易？你知道吗？因为据说岛上已经有800至1000的海龟在这个外岛生活嘛。那海龟以我就是在小琉球当导览多年的观察，它跟潮汐有关系。OK， 站在岸上看的话，跟潮汐有关系。就退潮的话，它就会离我们很远。那涨潮的话，就是半退半涨的时候，它是要退潮要涨潮那一个区间的时候，就是最容易看到我们说的海龟好像快搁浅的概念。它不是搁浅，它是离到近岸干嘛吃藻类。所以海龟其实小琉球的海龟应该这样讲好了。它就是跟食物有关系，因为它是一个觅食地，它而不是产卵地，所以小琉球有生海龟的话，在小琉球就是一个大新闻哦，因为它海龟它会有像鲑鱼返乡一样去回去它的故乡生小孩，代表它在小琉球这边孵化的小孩，代表它下次会之后的小琉球会怎样，会越来越多的海龟回到这个岛，变成觅食，从觅食地转成变成什么栖息地 ？OK， 好。那我觉得海洋的问题是这样啦，小琉球为什么小琉球人为什么会去讨厌海龟？因为它主要的食物是海藻，像早期我阿嬷好了，他们会去拔一种草海藻，叫做龙须菜，好，那这种东西就是小琉球应该你们有去过，就喝一种饮品叫做海燕窝。那海燕窝它其实就是类似石花洞的概念，就是一些红藻、褐藻啊，它的熬煮出来的植物性的胶质嘛，就像我们说的寒天那种果冻的概念。那他们采集不到这种东西了，像我阿布啊，我妈妈他们以前会去，没有，今天买菜市场菜都一样，那可是我们就去找个野味，就去海边啊，潮间带拔个龙须菜，随便一拔就一大锅。挑一挑之后就可以炒，那蛮好吃的。以前还可以吃到那种龙须菜啊的凉拌，那现在都已经找不到了。那又加上海龟的法则，哦，钓到海龟啊，还是 propay 啊，就是我们的渔船打到海龟要罚多少钱？那海龟真的越来越多，那又造就了很多游客越来越多。那当然，我没有从事旅游业的人，我当然会去讨厌海龟，因为海龟把很多的游客带过来，那假设他是业者的话，他就会怎样？他很喜欢呐、啊。海龟越多的话，代表怎样？这个岛的经济的发展越好，所以就产生了一个算世代的冲击了。那海洋的保护，以我的认知是这样啦，就是海洋像我们所说的潮间带问题，官方的方式是说，希望保育跟观光是能一起平起，就是持成一个好像杠杆一样，就同在一个地方。那我个人觉得它很难呐、啊。就我们时常玉鲁啊，他们回去小琉球啊，看小琉球，我看应该开了好几场的会啊，好几十场应该有了。可是到最后都是什么？没有结论。那到没有结论的时候，这个潮间带的东西破坏力道大吗？很大。那以我个人来讲，我就是靠着潮间带赚钱。那倒不如你要一直，就是他又开放，那官方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又要收钱。他觉得收钱可以去抵制这一个破坏，想参加的人去啊，不想参加的人就不会去了。那我个人觉得，小琉球的潮间带已经到一个，也没有到很严重啦，可是它算有问题了。那到大家都没有一个平衡点的话，我觉得很简单，就效仿国外，就怎样，官方直接勒令禁止这个产业就好了。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会对海洋一个蛮不错的友善啦，可是也会对于很多业者怎样，他的生计不见。可是我个人觉得小琉球现在是缺工的状态，他应该有很多的方面可以
取得另外一个钱，就是生活上的资源。那这种就是可能要政府啊什么去辅导了。可是我个人觉得它是短期性的，就是先禁止掉，那大家研议了有一个共识了之后再来开放，那可能它就真的比较有办法，就是说友善保护这个海洋。那刚才玉如有提到鱼的问题，那我个人觉得也又跟生计有问题。什么生计？因为小琉球为什么那么多海龟？在我说实在的，我差不多15岁就离开小琉球嘛，就到了台湾本岛读书。那读书之后，我也离开了十几年之后再回去小琉球。那你说我爱乡爱土吗？我刚才说了没有 ，OK 哦，也应该家庭因素才回去嘛。那这个岛，我个人发现就是说，以前我都不知道有海龟，我是8年前回去小琉球之后，从国外回来，那第一次下去，香港的朋友，因为我们在以前在国外认识的香港朋友说，他们香港媒体啊、旅游节目都一直在报小琉球，那他比我还厉害，就是小琉球有什么好吃的啊，什么小蝌蚪啊，还有一些什么蜜仔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以为是麻花卷，可是还有很多的名特产。那问题来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网络上的流量他就把它跑出来了，他们都知道。那知道之后，我才了解认识这个自己的故乡。那认识了之后，发现了什么？哇，我比他还兴奋。为什么？因为我下去水里面浮潜的时候，我看到我带他们去浮潜的时候，海龟在我旁边游，我那种心情是真的可以说是莫名的爽，你知道吗？就很开心，你就追着他游。那游完之后，一上来之后，哇，很快时间就过了一两个小时了。那其实就在我们的心理上，就是有一种蛮大的一种，就是可能旅游上的心态啊，还是什么，整个昨天不爽啊、不开心的事，好像就很快的就把它忘掉了这样。那我真的有下去看8年前的小琉球的鱼类跟8年前的后有没有差？有。小琉球说实在，它都是洄游性的鱼，主要捕鱼都是捕洄游性的鱼，像最近就在捕获一种叫 T 嘎，类似尾鱼，可是它又不是尾鱼。那另外一种叫做土托鱼。那可是小琉球问题是，原本我们岸边一些热带鱼不见了，那很多市导跟很多研究员就会说跟台湾的污水有关系，高屏溪、东港溪出海口的水有关系。另外一个是海流，海流就是为什么，就是港口制造了这些港口之后，把海流截断了，变成那一个区域的海域怎样，变成死水。那死水了之后，造成了藻类没有生长。那第三，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应该是猎捕。因为现在小琉球有一种行业叫做自由潜水跟深潜，那现在今年的冬天，就小琉球的潜水好像大家能出国大家都去国外。为什么？因为花多几千块，多一点点的费用，可是可以享受到国外的生活的感觉，所以他当然宁愿去出国嘛，去玩这种东西。那这些教练他已经花了大笔的资金来到小琉球，所以他当然就跟我在澳洲一样，我要先讲存活下来的问题，而不是生计问题。所以他要怎么存活？所以当然要有生计嘛，就是拿着鱼枪去捕鱼。所以我个人觉得鱼类的不见也跟教练啊这些捕杀也有关系。那小琉球海龟多，就是那个渔网流刺网的禁止也是对这个岛也算蛮友善，那造就了海龟一直回到这个岛。所以在早期我们小琉球很奇怪了，有一些老人家现在70、80，像我阿公啊，较早无遐济龟啊，现在也遐济龟。哦，就是有可能是这样慢慢的演变啊，跟岛屿有关系所造就出来的。谢谢。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小琉球去旅游的时候，记得我们第一个就是到海洋去做一些探险的时候，第一个不能做什么？不能擦什么？防晒乳。第二个，塑胶类不要乱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在琉球岛的话，目前在推的就是我们的琉球杯、流行杯，就是说我们到琉球的时候就可以去租借那些饮料杯，然后到我们五十岚啊，到我们的
饮料店去，其实就可以打折。第二个就是希望各位同学到琉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保护海洋。譬如说，潮间带的踩踏是一个重点，因为其实我们这样的人走过去，其实很多的珊瑚都会没办法去生长，所以其实在 这几年里面呢，是游客越来越多的时候，琉球的生态 它要去有一个休眠期。好，所以现在屏东县政府也在提倡这些事情，很多的保护区都需要我们的国人好好的去做保护哈。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子琳姐姐呢，她是等一下我们请她介绍一下，因为这她在琉球乡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陪伴这些老年到终老这件事情哈。那我们来先请她介绍她的个人的经历。因为她跟我长得很像，对不对？她是我师上的妹妹啊，好，所以其实老年人我们怎么去跟她沟通？我们要知道她的语言、她的文化。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七年级生跟你们九年级生，就有没有没办法沟通的事？有吧，对不对？因为以前我们的时代，我们上课是不用手机的，你们现在上课每个人都拿手机，对不对？所以你们对写作跟人家聊天，你们就不太会聊，那我们就很会聊，所以我们请子琳姐姐来跟我分享一下，她从她人生的学经历，为什么今天会到我们在地的时候，她去做一个健康营造的经历。好，那我们有请子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好，其实我是真的是一个很奇葩的人，我高中是考上美术班。但是因为经济压力没有钱，所以我就放弃美术班，然后呢，我就吊车尾去读了一个商科，商业资料处理科，就是涵盖所有商科的所有东西都要学，比如说会计、经济、电脑，什么都要。然后那时候已经失去人生希望了，所以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一直疯狂考证照。但是到高二的时候，拆电脑。我就爱上拆电脑了。老师跟我讲一句，如果还要再拆电脑的话，你就必须要读工科。然后我就死拼命的去读工科。所以在中山工商，有人知道中山工商吗？在我们这一届383个商科学生，只有我一个人用乙级证照推甄进去工科学校。那时候我所有的老师整整一个月都不跟我讲话，他就说你绝对会被二一，你绝对会被退学。为什么？因为商转工是一个非常很可怕的一条路啊，因为什么都不会。但是如果是工转商的话，很轻松，微积分啊什么的思路逻辑思考都很好。但是我就是不死心，我就是偏偏去读工科，我去读了半导体 LED 跟 LCD 的，所以我应该是走日月光新科的部分。那我确实还真的是有去走这条路，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其实我大学我这辈子最认真的时候就是在大学，因为我不甘心人家都觉得我是来交男朋友的，因为全班都是男生，就四个女生，对，然后我就不甘愿，因为也很刚好是因为我是为班上唯一一个用乙级推甄进去的，所以大家都很好奇我到底怎么进来工科的，因为我的学号是在最前面，既不是高中也不是繁星计划，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因为教授一开始进去就会问说，你如果有乙级证照的人举手，你就这学期就 O 趴了。啊，我都不举手，因为我觉得很丢脸。为什么？因为我考的全部都是商科证照，他们都是工科证照，工科证照考取率非常的低呀，所以我会有自卑心理，就说哦，我三科证照对他们讲是很 easy 的事情，所以我都不敢举手。直到老师问我说：“啊，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然后我说：“我是乙级推甄进来的。”我把六次机会推甄机会，用四次推甄所有工科，然后只有两次放在三科，所以老师很不理解，甚至一直疯狂打电话跟我妈讲说：“啊。”叫你女儿不要去推甄这个学校啊，一定会被二幺，一定会被退学的啦，你要跟他这样子讲。但是我还是一样，我进了正修科技大学，是工科，
那也好死不死，我读的这个功课是所有功课的融合体，汽修，还有机器，只要你看到所有功课机器、电路、修电的，我都会都要去学。然后班上哦很瞧不起我，因为我是商科出身，所以他在我大一的时候就呛我说：“你如果有本事在大学四年级以前考进前十名，我就请你吃习题。”在我那个年代，也不要说那个年代，十年前了，习题这对我们来讲等同于现在的享食天堂的概念，哦。然后我就不甘心，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就把工科的证照，比如说工科硬体证照、电脑的硬体以及遥控车，从无到有，再整个拆开。这个考取率非常低，100个只有20个人进，就考到，我就考到了。所以因为我考到那一张证照，班上才觉得说，哎，这个女生真的是来读书的。但是我几乎每天心里都很崩溃，我每天都是坐第一排，甚至老师都会说，哎，洪子玲，你听得懂吗？我说听懂了。啊，你听懂了，全班都懂了，就是这样的概念。但是我也很谢谢我朋友，对，但是我也很谢谢那时候大学很坚持了我，所以我在大三的时候我就在等毕业了，因为我超修，因为我不是只有上1到8而已，我还去上夜班的课，把能超修的课都去修，然后还去实习。但是你以为我只有读书吗？我还去玩社团，我还有去比赛表演，什么都有，尤其是参加戏学会。在这边我可以顺便呼吁一下，你们有戏学会就可以尽量参加，有社团尽量参加，因为会造就你以后的所有事情非常流畅。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因为离岛营造中心这个完全不是我所认识的领域，甚至像刚刚志明哥讲的，我并没有那么爱乡爱岛，我甚至非常排斥。这边有护理系的学生吗？很多，对不对？你现在可以先探讨你现在的心情跟心态到底是怎样要去读这护理系的，因为我非常排斥，我自认为我没有大爱，所以你叫我去走长照，我基本上都是直接拒绝。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大爱去帮老人家洗澡啊，换尿盆啊，换尿布啊，翻身啊，我真的没办法，我也没有耐性。如果有机会我放我那个成果展的影片给你们看，你就知道我对老人家是有多么的凶不客气。基本上我为什么要这样子一直强调我的学历进程，因为我当初人家叫我来这个单位的时候我非常排斥，我还说我机器人没可能来这里去做行业，我真的不喜欢。我对志工、义工、义务性的，我是很善良的人，但是我不想要浪费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我与其有时间，我会想要玩个电脑啊，看个电视啊，出去绕绕也好。我没有耐心去陪老人家讲话，会排斥哦，真的是会排斥。但是一个因缘际会下，就像刚刚志明哥讲的，那时候我去日月光回来，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之后我回来琉球，我就直接去做民宿，因为其实我喜欢向外的，我喜欢做外场，我就跟客人聊天，所以我的朋友几乎都是我的客人。当我做2个月之后，哎，这个有开放职位了。哦，不啊，不然就进去好了，反正就是公家的，应该不会太难吧？都是带个运动，然后用个资料，应该还好吧？起码是公家单位。那时候我26岁，哎，105吧，那是105。我进去的时候刚刚好衔接人家期末，就是10月份的时候，所以很轻松。人家年度已经做完了，我觉得哎，坐在办公室蛮爽的啊，都可以看小说啊。玩电脑啊，看手机，玩游戏啊，蛮爽的。到年度完之后，隔年不得了了。2016年，我几乎天天都回办公室，跟着我的主办人讲说，我想离职了，我真的非常想离职。为什么？原因不是因为不好做，是因为内心冲击太大了。
因为你没有想到说我进入社区的时候，长者们虽然是欢迎你，但是他们有一个深根蒂固的一个人了，就是我的前一个啊，其实他那前一个人也是我姐姐啦，他们的下意识会觉得说我不会比我姐姐厉害，做的不会比她好，不认识所以有点排斥，都会有一点距离感。到后面的时候，我用我的方式，因为老实说你要教导人家出来运动，你一定要有一点东西吧，一定要有宣导品，那你宣导品还不能送太糟糕哦，你送太糟糕他会说你鬼给卖板，你敢有鬼卖板瓦当啊，你都卖板喝啊，但是我们没有钱，我甚至是要自掏腰包，我们一年的经费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没有多的，但是我们的据点要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一整年度下去的。我直接用节省的方式，原本是送三包面纸变成送一包，到现在我可以直接都不用送面纸，他们就愿意来运动，虽然诱因没有很大，人数也会变少，这是必然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他们的健康意识提升了。那时候我非常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会一直被老人家骂，一直骂，每一次来都骂说啊，大家都上这個，上好少啊，你根本都上那上好这的，你可以卖半盒啊。可是他下一次又过来了，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每一整年都一直在挨骂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啊，算了，就让他骂一骂好了。我就有那种心态，是说得过且过就好。并没有整个心都放在上面，直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接收到长者预防延缓失能这个计划，跟长照有点相关性，因为必须要去调查他的整个身家，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基因传承，或是什么有的没的一些资讯，我们才可以邀请他来我们社区去上我们的课程。有一个阿嬷。他一半就是左半边都是瘫痪的哦，但是他坚持拿拐杖，然后走到社区，啊，他都会自己开宾士车，你知道吗？老人家宾士车自己开过来哦，他坚持不要让人家扶。然后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点，我是到后面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他每一次看到我的时候都是笑的，但是我听别人都在讲说。他非常奇葩，他是非常难搞的一个老回啊，很讨厌，到了隔壁邻居没有人想理他，但是他每一次看到我都是很开心的笑，笑得非常夸张哦，我就觉得哇，这个阿嬷怎么那么热情，然后但是下意识我会觉得说，哎，我看他半身不遂，我觉得，哎，我是不是要特别对他有多一点的关爱，跟多一点的关心。我就很 gay 伯，他在做运动的时候，我就坐在他前面，因为我怕他坐不起来，因为他一直说啊，我手也没开，我不好，我不能用啦。可是我就坐在他面前的时候，跟着他慢慢坐，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错了。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说这样是错的？有人想要回答，有没有人感受到吗？有没有？我坐在那个阿嬷面前，就只有针对她，然后其他人都在做运动，我就坐在最大的面前，然后跟着她做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举动对你们来讲是对的还是错的？当下如果以你们啊，她跟不上了啊，老师都在旁边教了，就只有她跟不上。但是你为了想要让他跟上，让他觉得他有用，你坐在他面前，你跟他做一样的事情，跟他一样的 tempo， 你觉得这件事情，你们会当下是你们的话，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做？我当下就是这样，我也不是说我 give up， 我当下就只是觉得说，我不想让他落单，我要让他觉得说他也是跟得上的。他也是有价值的，他也是尊严老化的，
我心有多澎湃啊，很多很多很多一直想要 push 他的一个想法，但是他做了一个举动之后，我才发现我这举动其实是非常错的。所以护理系的学生，你同学，你们之后可以，你们这个真的可以记在心里。为什么？那个阿嬷原本我刚刚说他看到我是笑的咯，不管他做多的运动啊，或是一些课程，他永远都是笑的。就算他做不起来，他也是笑的。但是就只有那一瞬间，他直接低头，哭着对我说：“我请假不好啊。”他就哭了哦，他就真的哭了。哭了之后，低头差不多五秒钟起来，又对着我笑。我当下我冲击很大，然后我就尽快跟老师说：“先结束课程了，让他们回去了。”为什么？因为我本身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受不了。因为他觉得，哇，你我几点有不好吗？你坐到我面头前，我真的是这么没用了吗？为什么你坐在我面前？我当下其实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感觉哦。我是事后，我想说他为什么哭了？我冲击力太大了，我就回想，今天如果是我半身不遂，坐在那边运动做不起来的时候，人家特别关照我，坐在前面跟我做一样动作的时候，我的自尊心是不是下降了？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难过？所以要加入高龄的这个部分啊，同理心这三个字真的非常重要。如果真的没有同理心这个事情的话，你给自己一个论据，三年如果真的还没办法有同理心这一件事情，尽快换跑道了，真的尽快换跑道。因为长者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像光光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有联系到很多，因为就是因为光光发展太快了，新住民原本是我们的志工，我们变成完全没有志工，100多位的新住民志工完全没有了，都不见了，因为要赚钱。然后赚钱之后呢，你知道他们是早出晚归啊。像我知道那一包，刚刚同学拿的那一包农钻，他早上5点就要去那边工作了，到如果旺季的话，就要到11点多才能回到家。那如果是家里面的独居老人怎么办？必须要用长照送餐，你知道那个送餐有多可怕？他不会说，他不会啦，除非他如果照专有特别去跟居服的人员讲说，这个阿嬷可能要喝粥，哦啊，他就买粥，但是他可能就会一年四季都买粥，他就不会换，或者是因为照顾居服人员人力太少了，服务长照的太少了。所以他们人力有限的情况下，送餐的部分直接放着人就走了，不管你能有没有拿到，这是真的哦。就算是他隔天看到那个便当放在那边，他还是一样放在那边，这是有发生这样的例子。但是这不能怪居服员，他们确实有送到，因为这只是送餐服务，那因为长照这部分涵盖很多，所以每一个细节，每一关的流程都是有它的流程在，所以我肠道部分我就不多讲了嘛。那其实这个，所以我想要讲的是，从陌生到关爱，我就是不要脸，因为我的名字很难记。这要延伸刚刚志明哥讲的那个气阴洞，其实不管是不是婴儿死掉哦，它还有重男轻女的成分存在。只要你生女生直接丢了，所以如果有时候你丢下去还没有死掉哦，他会在那边哭，哭到没有声音为止，都不会去理，甚至是不生女生生男生都有，只要你一起没话，你起没去养不起的时候就直接丢了，不是只有死掉的婴儿哦，是女生居多哦，只要你生女生直接丢了。然后我的名字就是这样子来的，我妈妈就是生2胎女生了，生到我的时候，希望女生生到这里为止就好，所以我的子就是到此为止，下一胎就不要再男生了，所以我很受我
家里长辈 很多喜爱，就是因为我真的带我弟弟过来了，我下一胎就是我弟弟了，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样子，因为有重男轻女的成分在。所以因 为什么又要讲到这，因为教育关系，我就说因为他们的对名字很难记啊，所以你要在社区上，你真的要用长者的语言。什么叫用长者语言？你明明知道他我的名字很难记，你就要想一个他们容易记的名字。我就说，你只要会记我是卫生所上水的迄个就好啊。对，啊，你若有代志要找我，你直接找卫生所里头上水的，这样我们卫生所就知道要找我了。所以走在路上真的不夸张。玉如纯应该都知道，走到路上，大家长者就会说：“啊，四爷呀，四爷你们去的啊，说四爷你们去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村，就是大埔村，他们对，因为那刚好他刚创办的时候是黑尾鱼季，然后刚好我爸爸那时候是有抓黑尾鱼，然后说：“啊，你爸爸俩忘成啊是。”如果抓到像我这样题材的黑尾鱼的话，那应该赚翻了。所以那一个社区都叫我黑尾鱼。那刚好哥哥他过来的时候，他说：“啊，你哥哥来了，他是黑尾鱼哥哥。”对，就是用这样的语言。所以做这个高龄友善这种行业单位啊，首先你自己要先放下你的自己的自尊心，因为我们的自尊心跟同理化站的立场角度完全跟长者是不一样的，他们等同于你以为他们是孩子吗？不是哦。所以你们要认真用同理化方式去了解他们的语言是什么，他们想要接受是什么。所以我才会说，如果护理系的如果是有接触长者的部分，你如果真的有心想要进入的话，你们就努力一点，多上一点课，多栽培一些资讯。像我是半路出家的人，所以我就一直不断的去受训，一直受训，一直取得一些高龄友善的长者的一些认证，我才知道更明白长者到底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眼见所看的东西。对。好，谢谢子琳的分享。好，其实各位同学，你看我们在座我们前面这三个年轻人有什么特点，就鸡婆嘛，对不对？好，所以在不管在什么行业，你要多用一点心，多鸡婆一下。其实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老年人的心态里面永远都是小孩子。好，不管你站在台上或者是你在跟他沟通上，其实我们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同理心，其实你就把他当成自己阿公阿妈。所以护理师为什么住院的阿公阿妈都会跟护理师培养一个感情？因为他你每天跟他接触的时间比他家人来照顾的时间还久，对不对？所以其实在我们护理师职业上，其实我们也是要把他当作自己阿公阿妈去执行。因为有的是可能家里可能是没有家人的陪伴，只是有的是只请那个护，就是什么看护。看护其实对他来讲，他第一个他会想家，好，有的阿公他住久了他就会想家。所以我们在护理师的一些职业上，其实职业的道德是要非常拥有这些概念。好，那其实子琳姐姐她刚才说了她的个性哦，应该是什么星座的？处女座，她跟我们一样，我两个基本上嘛是哈，在座我们三个都处女座的哈，处女座知道哈，知道主任的个性哦，很龟毛，对不对哈？所以其实我们三个处女座坐在这里，其实不管我们在人生的规划上，或者是未来的课程上，就像子怡姐姐说，她早上上完课，晚上又上课，所以呢，护理师也是一样，护理的小朋友，你们的 license 就护理师执照，那另外长照也可以，还有更多的，譬如说一些音乐啊，或者是其实很多疗愈都开始慢慢的，很多的路线都可以走了哈，所以其实今天的分享其实带给大家冲击是很多的，然后呢，今天可以分享一下哈。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从失去到实现人生的价值，就是刚刚说的，子怡姐姐她说，她从一开始她进去社区的时候是没有人愿意理她的，她觉得她送的东西不好，她觉得她输之前的那个
造福员，类似这感想哈、哦。所以我们再请子英姐姐跟我们一下，她如何在她短短的这几年在执行她的一个离岛社区的一个工作上呢，能让这些一两百位的阿公阿嬷可以认定她是一个最漂亮然后最善良的小女孩哦。我们来请她分享一下。其实我在社区的时候，怎么说？他们一开始会对我有距离感，然后到后面会逐渐就是直接来说，其实我当下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是到我办运动会的第四届，我才有感受到说，哎，我对长者对我的那个感觉不大一样了。他们是愿意来听我运动，看我运动，所以但是起初因为我也不信邪，也不是说不信邪，就是怎么说，我真的没有那个大爱啦，我真的没有把他们当老人家。老实说，真的，我就把他们当我的学生，因为我只秉持的一点是，他们以前都没有读书，他们当我叫他们，我在社区上。没有叫阿公阿嬷过，从来没有，我都叫他们的本名。他们跳出我说：“哎，洪志玲，你跳不对呀，哎，起来哦。”哎，我就说：“哎，哪能跳对？你哪跳不对？”我就会用这样子，用开玩笑的方式去叫他本名，或者是水果名。像有一个社区，他们比较德高望重，就是全部都是退休人员。公家机关、学校老师，甚至有我的老师也在里面，所以他们的一个自尊心、尊严比较高一点，所以他们不会叫我素颜，他会叫我老师。对，他们是会叫我老师，然后我也不会叫他们的本名，我就是帮他们取水果名。取水果名的社区，就代表说他们如果叫他们本名，他们可能会觉得太舒服跟不开心，然后甚至是叫他们阿公阿嬷，他们也会不开心哦。他会觉得你只要叫他啊阿公阿嬷，一点点话喝不，他本身对你就有点距离感了，因为他会觉得说啊我就是老啊，啊不你哪叫我老啊，你哪叫我阿公阿嬷，你就是第一时间就是觉得我老了，我没价值了，不能让长者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所以我都会直接叫他们本名，所以有很多单位像年初的大业大学，他们来到我们的社区的时候，看到我对长者是这样的一个互动，他们其实很惊讶的，因为他说还没有看过有人在社区是直接这样子对阿公阿嬷的，凶也凶他们，骂也骂，也没有骂，就是会导正他们一定要做好啊，他们也很听话。为什么听话？因为他们信任我，所以我从一开始自始至终都没有把他们当阿公阿嬷，所以他们有感受到他们把自己当作是学生。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出现？就是因为弥补到他们以前没有读书的遗憾，所以他们非常开心。他们每一次来社区的时候，他就当作他真的是来上课的，甚至是因为宽宽迅速太快了，家里真的没有人，都去折麻花卷了，都去用水潜水了，自由潜水啊，导游啊，真的其实没有人时间去关心他们，甚至他们会觉得说，哎，我就是老了啦，大家都去赚钱啊，啊，跟我一个人在家的，这种心态很容易造成他们的忧郁倾向。那如果他们是快乐跟健康提高世人的时候，我们家里人就很可以安心的去工作嘛，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来了，我就会去抓他们出来运动，我一直申请，一直请，一直请，我就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甚至我还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我还去跟人家借扩音器，然后骑着摩托车，人家载我就练稿啊，明天要运动喽，几点几点几点，这样子走全乡啊，这样子。然后呢，当下我是觉得有点丢脸啊，真的是有点拉不下脸，但是又想想说啊，没关系啊，就是帽子戴着，墨镜戴着，应该不知道谁是谁，但是
不好意思，因为我人实在是太好认了，我体材太胖了，人家就知道说啊，卫生所上大块的，哎，这应该是卫生所的啦。啊，这一个人上上上很糟糕啊，对，就是人家一看就是知道我是谁，我的辨识度太高了，所以我到后面我也放弃伪装了，我就直接说，哎，明天来啊，明天啊，明天啊，阿妈来，明天你要搞回来哦，你不回来我来找你，我都是这样子。每天每天，甚至但是你说我这样子做，你会觉得好像是真的都是为长者去做的事情，前置作业，对不对？你应该会觉得说你的单位、你的所有的同事应该是会支持的，其实没有哦，没有哦，还是会觉得得过且过。这些的前置作业都是要靠你自己的，你的怎么说？你的意志力啊。你要怎么去经营，让他们出来？那这个过程其实都是你自己一个人要去做经营的，要去做执行的，所以你相当孤独。对，然后我也很谢谢我的长者，让我很放肆，真的就是他们也很信任我。每一个课程我都一直让他们挑战。人家前两年有一个骄傲舞，屏东骄傲舞那个，屏东我骄傲。那首歌你们有跳过吗？那首歌其实是很快的，但是快也是只有国歌的一个速度，60而已，至65。但是长者，你觉得他们跳起来吗？跳不起来。我连续两年用减速的状态减到30，你以为30跳很简单吗？没有，你要让他们跳30度的那首骄傲舞的情况下，你的肌耐力要有多重，要有多高，他们才跳得起来。那个肌耐力要很高，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跳不起来，因为你们的印象中，长者跳舞都只有啊，我的家，我的人啊，一朵花，就是用手语这样子，对不对？我就是不信邪，我就不相信老人家不会跳出流行舞。知道911的嘎嘞阿嘞吗？我就变那首舞，那首速度。金曲奖嘛，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它上面它不是有受邀请去唱这首歌吗？他们后面舞者跳的舞，刚刚好是我编的，一模一样，还真的是一模一样。然后用那个速度，用那种舞，那种舞蹈动作，他们真的跳起来了，跳了两年，非常整齐，是真的非常整齐。然后以至于我每次要编很多新花样，每次要编很困难的舞去抄他们，反倒抄到我自己。对，每次编舞都要很辛苦啦，因为你还要顾虑到他们是不是会跌倒、会碰撞什么的。对，所以在他们真正提升他们的人生价值的原因，是因为我坚持办第一届的运动会，那时候所有人都反弹，都反对，没有一个人支持，因为觉得那好可怜。你知道，学生的运动会虽然有很多老师在旁边，对吧？学生很多，但是长者的运动会要有多谨慎？相对于说一个长者，起码要有两个护理师在旁边，所以我们在场全部都护士。那因为我们医疗有限，所以我们护士人员也有限，总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出来。所以在我在办第一届运动会的时候，我经过非常多的波折。第一，没有经费，我甚至是自掏腰包。第二，长者愿不愿意出来？你知道吗？我花了多大心力让他们出来？他们可以愿意出来社区，是因为还可以聊天哦。但是你要让他们站出去外面表演给人家看的时候，那是有多大勇气？因为他们觉得，啊，我跳不掉了，太垮了，没啦，下面做了没喝，就会有这样的概念。我就一直说服，一直说服，从一班、两班、三班、四班，直到我今年办了第五届了，每一个长者甚至愿意穿我那一件我特别挑的亮绿色。你知道他们看到那个绿色的时候，他们想要反弹，我又不敢反弹。那一件绿色是有多亮啊？真的很亮。
啊，他们就老师啊，你这伤光啊，我们这老花啊，歹看啦，你要不你叫一个红色的好唔啦？啊，你叫较暗的。我说无，我就是你要你你外口外口面看较光，你就是爱发光，你就是爱出个对。卖啦，老师啊，跟我换一个色，讲无啊无啊，穿上一点无色，喊我换，就是这领，你穿的就对啊。对，他们也很愿意，心甘情愿的穿下去。等到一整排五届站在一起的时候，整排绿巨人啊，他们就哦，老师，你今天穿啥是袂歹看呀、啊？他们就有那种成就感，甚至什么成就感，那件衣服就只有他们有而已，其他外面加入或者是来参观的都没有。甚至是整个乡内那件衣服等同于是他们的徽章，就是我是参加运动会的长者，只有我有而已。那回归到这个问题了，怎么会有衣服？也是我要一直去讨赞助，我要去跟每个单位去做结合连结，然后民间单位或者是公家单位去做协助，甚至今年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大仁科技大学，真的赞助我们的帽子。对，所以长者这个东西还是要回归同理心这一件事情。对，那他们我会一直坚持要办运动会，原因就是在这里，他们就是因为我办了这个运动会，他们出去买菜，出去看医生，出去坐船说，哎、欸，我哩电话网络要吼，我看到你咧运动呢，啊，你是啥物运动啊？哇，人就一直来，一直来，以至于现在有差不多200位的长者来参加社区，然后就是想要来参加这个运动会，就是这样。然后甚至学校也知道说，哎、欸，原来我们的老人家也可以办运动会哦，哎、欸，那不然我们来连结一下啦，哦，就是提供场地。然后让我们让长者去活动，那这一点我要跟你们说，就是学校基本上是跟长者有关的事情都是会排斥的，这是会排斥的哦，因为他们会觉得长者会干扰到学生，长者可能会对学生做出不一样的举动，长者的环境、个人卫生管理跟品性可能会影响到学生，这是学校的根深蒂固的想法。所以我这三年来一直在铺路，一直跟学校做结合的原因，就是我想要让他们洗掉这样的观念。所以现在我基本上是跟我们琉球乡的学校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对，那所以要办活动或是有什么样的议题，我们都其实都是相关性的。对，目前是这样。好，谢谢子琳姐姐的分享啊、哦。其实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喘息很重要。比如说，我们阿公阿嬷如果没有这些单位、这些姐姐们带出去，其实他们在家里也是一直担心着，哎，我的孙女、我的孙子出去读书会不会很危险哈、哦？好，所以呢，其实这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透过了我们学校USR计划，就是整个护理系或传媒系的同学，我们这整个学期在讲的这些概念，就是在讲大学社会责任哈。未来不管大学毕业生或者是我们在校生，我们透过课程跟你们专业，譬如护理系的同学，未来可以跟着瑞儿主任，然后传媒系的同学跟着玉露主任，我们一起到琉球乡去好好的去怎样执行我们的专业，对不对？可能我们去，琉球最多的流浪动物是谁？你知道吗？猜一下，流浪猫。好，所以呢，其实从物种上其实是可以推广很多的一些执行力的哈。所以，今天也谢谢我们志明跟子琳的分享。那我们有请我们金飞老师来给我们做最后的一个结论。谢谢主任，也谢谢两位语谈人哦。我相信同学从刚才的会谈中已经一定有所收获。那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两位都有共同的特点。什么叫做创？不管是创业也好，还是创意也好，就是无中生有。那无中生有需要的是什么？勇气跟尝试。就是不管是对于自己回归故乡之后的生计问题，或者是我们子琳老师怎么把社区的长者想尽办法让他们能够出来活动，
我想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今天这场会谈呢，我们就在这里结束。那最后呢，我们玉如老师的礼物还是要送给同学哦。那我先问一个最最简单的问题哦。刚刚因为长照这条路，照顾长者这条路，这是一个生命老化的过程。那老人家有他固着的观念，所以刚刚子琳老师一再强调说，如果你想做这件事情，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同学要回答？好，同理心。好，两位同学。对对，其实同理心不只是长照，人与人之间同理是最基本的理解哦。我们因为理解能彼此尊重，也能彼此更靠近。那其实一样对环境也是相同的，你能理解你所在的环境了、啊。来，这个护理系同学，哎，恭喜恭喜。好，那我们最后大合照，来，我们请我们今天的语坛人。来，大人在不在？在。我计划内容的优点哦，就是主要是关于社区健康的势能，提升老人家的活跃度跟尊严老化这样子。那至于现在要来这边论坛的话，是也很开心说可以来到大人科技大学，可以把这些事情好的健康势能广泛给学生听，然后让学生更了解一下刚与友善的部分。未来嘛，我们未来还是会着重于长者的一个肌耐力的提升，好，那以及跟他们的在家居住的是提升他们的健康势能，可以在家更容易就是广泛的运动，然后不需要我们这些机构单位去做宣导及推广，他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去做运动了。主要是环境保护了，那当然就是小琉球近年来的观光就非常的活跃嘛，那当然是希望观光跟保护跟地方的文化这个冲突，还有就是挤压不要那么的大啊，还有问题就是环境的问题，垃圾量啊，游客来了会带有什么很多的负面问题啊，还是造成这个岛上的所有过载问题，那如何谈？就是跟大人这边，那李威博士他们都会时常的下去小琉球关心这一个岛，非常感谢他们，那一起来怎么如何在守护这个岛，这样希望把这种环境保护啊、环境教育的东西把它散播出去，那让游客来到小琉球，就是可以在观光娱乐之上，还有对这个岛就是有个深刻的就是保育啊、海龟啊这些问题上。那我们这个计划呢，主要是在提升琉球语的一个幸福的程度啦哈，因为在整个琉球岛的部分，第一个就是海洋生态。第一个就是老年的照顾，第三个就是文化的传承哈。那我们以这三个主轴去包含整个琉球乡的一个发展。那目前在海洋生态的部分呢，我们透过了年轻的在地的一个子弟呢，来好好的保护我们整个海洋的潮间带部分。那老年人的地方，因为全国最老的乡镇就是琉球乡哈，所以我们透过在地的一些执行的一些年轻的一个健康福祉跟一些老年的照顾上呢，或用药上呢，让提升在离岛的一个健康的势能哈。那第三个就是重点，就是在整个渔村的文化的传导上，是一个我们未来在子孙的传承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哈。因为在文化上的一个传承是整个岛屿上的一个精神呐哈。那因为我们是大学的学校，所以我们要尽一个社会责任，所以我们整个老师、学生还有学校的一个支持下呢，我们在琉球乡呢已经驻点非常久了哈。那透过这个力量呢，我们可以传达我们在学的一个学术或专业领域上的把它结合在社区的应用上。来，大人，耶不耶？耶、yeah!。